烈火英雄热映，印小天用电影致敬消防英雄。近日由陈国辉执导，黄晓明、杜江、杨紫、印小天等主演的电影烈火英雄正在全国热映中。其中印小天在片中饰演一名技术员魏雷，平凡的小人物，细腻的演绎深入人心，获得观众赞许。印小天饰演的魏雷是一位平凡的技术人员，当爆炸发生后，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挽救危机，他跟随消防队长姜立伟深入火场执行任务。电影中除了消防员被大家为之感动外，魏雷的出现也让观众紧绷的情绪有所缓解。魏雷是个平凡的普通人，他甚至是我们千千万万有血有肉的平凡人的代表，在需要的时刻也会做出不平凡的事。在和消防员的接触中，印小天对这个群体的敬意更加深刻，他们是伟大的消防战士。此次能出演烈火英雄，对于印小天来说也是一次使命感的践行，用电影致敬消防英雄。